好好的收藏，你的泪全都交给我来收藏，偷偷的藏在别人找不到地方，你的悲伤由我来扛，想带你一起逃亡，想不顾一切逃亡，就算要我踏过月光，不管谁都无法把我阻挡，别故作坚强，别故作坚强，别故作坚强，多希望你的心放心的出差回来了病怎么样了？胃口好不好？一定要出风头吗？我这不是在出风头，是为了宣传生之物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接受采访，不要接受采访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所以你出差一周之后回来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对不起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确实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是我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你好，我都是希望你能快乐开心的活着，我不希望你有任何事情，你相信我好吗？什么时候变成组合了？我是你的男朋友，你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那你呢？你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找陆炫君陪你喝酒，喝醉了他在你床前陪了你一晚上，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他亲你了，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他什么时候亲我了？照片我都看过了。照片？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太爱你了，我在乎你，所以我会吃醋，我会觉得心痛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，我跟你一起面对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求你了，我猜不到，我求你了，不能说。陆轩君的事情，你给我时间，我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。但其他事情，我没法说。我真的是希望你开心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也没有瞒着你，我不能告诉你很多事情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所以，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。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自卑？我们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配不上，对不起。不是今天有活动吗？什么？没有啊。玫瑰气球？难道有人求婚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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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难道是梁晨辉？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今天我都没化妆，我就穿这一身衣服了。哎呀，你带口红了没啊？啊！真是心疼啊，李大白，你缺心眼儿，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哎，呀，你干嘛呢？那么着急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柔。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杨小柔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女孩子让我这么心动。我喜欢你，你的鼻子，你的眼睛，你发怒的样子我都喜欢。你开心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分享，你难过的时候我想给你一个肩膀去依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开，还没有真正的分手。他们都说忘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下一段感情，我希望小柔开心。我们都希望她开心，感情的选择是她自己的事情，我从来都不会去干涉。但是我想告诉她，我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，不论她的选择是谁，我都会去做我该做的事情。还有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厄瓜多尔空运的初恋玫瑰。高兴，
杨小柔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杨，我不能接受你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刚才你看高兴的眼神，我就知道。可是你们分手了呀，我就可以追求你。我相信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打动你。杨，你别再继续这样了。对不起。